年半的 Begin with Zero 在上一轮积分赛当中，为呈现指定主题，把夜店跨年的实况场景搬到了我们艾尼亚舞力全开舞台，欢乐的气氛不止感染了全场，也替他们争取到了不错的成绩哦。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Thank you.